早上没有东西。他在找猎物，我觉得他还会再回头啊。都黑鸢嘛，嗯，右边这也有一只，这应该也是黑鸢吧？鱼鹰哦，这一只呢？哎，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他头一直往下看啊，他在找鱼啊。对对对对，回头，刺激了刺激了，太难了，冲了我也拍不到啊。又回来了，哇哇哇哇，进来了，冲了水吧，天气这么凉，冲了水刚刚好啊。哦，有大有大有大，满筐，哎呀，又走了，绕了两圈了，还是没抓到。哎呀，回头回头回头，没有，不回头了。回头了。应该是往右边再寻过去，算是太远了。